唔知韩剧迷仲记唔记得喺《来自星星的你》入面，走喺潮流尖端嘅千颂伊，就连落街都要着到靓一靓啊！现实中，同样身为 fashion icon 嘅全智贤，呢日应邀去到台湾欣赏时装表演嘅时候，当然都盛装出席啦。以一身桃红色连身裙示人嘅全智贤一落车，期待已久嘅粉丝同埋记者朋友就不理风雨一涌而上。混乱中，全智贤仲获男粉丝送上玫瑰花添啊！虽然全智贤由保安护送下进入活动场内，但系场外嘅粉丝仍然隔住玻璃系咁偷影偶像噃。喺铺头停咗无奈之后，全智贤就换上一身白色高贵打扮出席时装 show。一入场，全场嘅闪光灯都闪个不停，可见女神嘅魅力有几大啊！除了一班睇 show 的时装界名人之外，呢晚仲有不少台湾艺人出席，包括嚟支持绯闻女友陈婷妮行 show 的胡宇威、赖雅妍以及黄杨明等。大家除了睇 show 之外，对于欣赏模特儿演绎各式各样的新装，全智贤当然都不例外啦。在前年访台的时候，全智贤大方分享新婚生活，不过凭着星星走红之后，今次再去到台湾，他就只是简单分享说自己喜欢吃台湾芒果冰，还有很欣赏台湾导演李安。对于私事他就一概拒绝回答，似乎是想保护家人的私隐。但是也有传全智贤因为今次以千万台币酬劳出席时装 show， 为免大家只是将焦点放在他的私事上，所以才避谈家事。不过点都好啦，就算全智贤乜嘢都唔讲，佢去到边度依然都系大家嘅焦点所在啊！好似呢日睇完 show 之后，大会安排佢先行离开，在场嘅嘉宾仲拍晒手欢送佢，就知道佢几有魅力咧。